太好了啊，就是放在这里了。好了，你猜吧。你还有一次机会啊，看好了啊，就是放在这里了。好了，你猜吧。嗯，你别笑。哎呦我的妈！吃啊，快吃！你不吃猫能好吗？你不吃鼻子能黑吗？哎，厂长，我有办法。太太，给妈妈笑一个。快吃！快嚼吧，吃吧。你可看好了啊，我的手速很快的，用你的狗鼻子嗅一下到底在哪个碗里啊，选一下。这么快就他呀，是不是他？来来来，我给你开盖啊。呀，真的是翠花，赶紧的吃吧，快吃吧，真厉害。我们看这个，好尴尬。